《晚间新闻》，我系陈嘉欣，今日嘅主要新闻包括：下一届政治局常委产生，习近平连任总书记，其余六个人有五个系新人，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 习近平讲嚟紧五年嘅工作，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非建制议员罕有引用一项议事规则，立法会大会今日未能够开始讨论政府提出嘅一系列民主建言案。智能升起，喺晚高峰五日嘅恐怖丧礼展开，就话啦，好一表人情。 详细新闻内容，中共十九大常委结束之后，紧接嘅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例会，选出世界政治局廿五个委员，其中常委维持七个人。习近平连任总书记，习近平同另外六个常委见记者时候，特别系当地六年嘅工作重点，由之前为大白紧杀嘅神经咧，松翻少少啦。 将军乃系圣人，任中共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嘅习近平，率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喺人民大会堂、中大厅同中外记者会面。就换咗另外一个话，向大家介绍一下当前嘅三六所拿山闪仲的莫洛同秦虎白青纳仲经民罪，汪洋同志，从你嗰边嚟嘅，唔知呢件事办成点咧？ 我们一定负上就冇唔清楚听民话嘅意思嘛，前面工作不如使命。过咗阵先要就话，其中王沪宁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赵乐际就担任中纪委书记。习近平喺发言中展示未来发展嘅蓝图，明珠大人。出年系改革开放40年，佢话中国会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同埋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而去到2019年，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将落实好十三大规划，并对未来作出新嘅规划。到咗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嘅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系莫洛咧就数嚟，但系莫洛系清官，喺山西陕西两省系有口皆碑。共同富裕路上，系唔讲得假话，一个也不能掉队。 青亚喉咙先至讲，我将与全党全国之力，莫洛将官多，帮母亲做。2021年系中共建党100周年，会继续从严治党。咁呢次，中国共产党青亚屋企嘅时候，立志于喺白青亚个屋企度咧，只系存咗有56两咋，百年呢啲都系实风华正茂，不敢欺瞒。中国共产党。 听讲你同莫洛不谋而合，皇上嘅说话，神同莫洛乃系革将军嘅词，乃系私语。皇上所问，乃系国事。神唔可以因公废私，亦感恩师废公。好，我们将继续清除一切社稷重地，应该有咁样嘅气量。你系咩出身啊？ 民都出身，黄甫臣嘅当堂成身嘅真，偷头回答。父兵呢，就帮朝廷守门护卫，虽然有钱呢，但系俾人睇唔起。黄甫臣嘅一向视为奇耻大辱。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喺北京会见十九大全体代表，朕都唔知你嘅出身卑贱。不过，本院下昼喺人民大会议会开会之后，2700百几个十九大党代表同列席人员高议致敬上升。十九大主席团多个中央领导人亦都跟随入场，包括有江泽民、胡锦涛、李鹏。
温家宝等立传朕旨俾内务府委员同常委亦都出席。王父神全家脱席台期改第。终于谂咗阵。翻返嚟本港，既然觉得要做人情啦，不如做一啲啦。于是冇咗出未能够按议程今日开始讨论。军政被建制派议员罕有引用议事规则项条文加入动议，获主席梁君彦批准。将个全家派议员批评非建制议员用尽方法企图拉布。會議聽日繼續，我哋先講下會議嘅過程。令到王父神感到累，立法會大會下晝開始處理議案，喺討論一地兩檢無約束力議案之前，先有銀行業修訂條例草案首讀同埋二讀。按照程序不用辯論，之後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當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動議二讀之後，非建制派議員的主委定發言，他引用《議事規則》第54条第四款，動議不將草案交給內務委員會，直接由大會審議。主席梁君彦就仍會議研究怎樣處理，過幾鐘頭之後先續會。現在是進去朱海迪議員，但係西邊嘅兩個字喺王富臣聽嚟咧，就好令到每名議員可以就呢項動議發言15分鐘。兵出身，俾人睇唔起嘅賤民。呢一個動議，從軍入伍之後，起先就跟住洪承畴、洪晶、江捷平定以後，又改歸由洪三桂嚟管轄。一地兩檢。呢幾年嚟，由於軍功，從普通軍事就升到去督民主派議員之後，就朱海迪嘅動議輪流發言。吳三桂到呢個人會議一樣，再多次點人數，相當之好。個幾鐘頭之後，會議結束，仲要好。梁君彥解釋批准朱海迪嘅動議，按照《議事規則》裁決。吳三桂仲要每年節制佢幾萬兩銀㗎嘛，所以呢幾年。王富臣在康熙和吳三桂之間還是對搭兩隻船的，兩邊都不敢得罪。現在康熙提到了西邊，顯然是對吳三桂不放心。王富臣就必須要表明自己的態度了。文化污泥來發電，減輕對田區的壓力。王富臣就連忙叩頭說，環保地標結合教育、消閒、自然西引用的議事規則是1997年回歸立法會成立以嚟第一次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對一地兩檢議案令能夠如期在立法會討論感到失望。不止無顏於人世，政府向立法會提出無約束力的一地兩檢議案，尋求議員支持三步走程序。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對議案被拖延感到失望。從來都冇啦，冇呢個信心，亦都冇呢個奢望可以喺一次嘅會議咧，係可以啊通過，可以一個首讀嘅條例。只有呢陣時先睇到同個年齡唔相稱嘅老年同成熟啊！一個拉布嘅基礎咧，咁我係表示失望啦。立法會大會處理法案嘅程序，首先由秘書宣讀法案，即係首讀，之後負責法案嘅官員或者議員隨即動議予以二讀。一般喺呢一步之後，辯論會中止待續，交由內務委員會審議，決定係唔係成立法案委員會研究法案詳細條文同埋修正案。朱海迪今次引用嘅《議事規則》第54条第四款，無需預告下。我動議不將草案交給內會，獲通過的話，大會需要就法案二讀辯論。根據立法會秘書處指路，今次是這項議事規則在立法會首次被引用。對上一次是1997年臨時立法會審議入境修訂條例嗰陣，回歸前立法局就最少引用了13次。朕留低一支在身邊，建槍如建兵。王富臣呢成面色蒼白。精神健康問題其實普遍，關心你身邊的人，他們一起衝過去吧。老徒弟，無上私隱有法寶，報答聖恩。如果一個條例應該要得到去審議，正常的議事程序是被抽起，慢慢走出去。仲要呢，義正詞好似呢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話：議事規則有好多類似嘅漏洞。對於建制派提出嘅議事規則修訂建議，佢話委員會會盡快處理。無線電視記者趙嘉偉報導。第日照舊喺處所工作照相，遇到幾多困難，我哋都會不偏不倚。提督同埋幾個侍衛喺外邊侍候，亦覺得好方便。即使查案搜證嘅過程好似大海濫沙，就因為冇地方去，居居咁坐度，又覺得悶。火化場地就帶埋蘇麻拉古，入到前邊嘅處手工喺康熙辦事啦。
等红次女同索纳图同太皇太后行过礼，康熙先至坐低，唔出声咁打量苏麻拉姑。自从五次有同苏麻拉姑发生咗婚变，已经有半年多啦。近嚟苏麻拉姑嘅心情似乎比五次有离开京城嗰阵好咗啲啦，行路都显得明朗咗好多。一身黑衣服，影住冇乜血色嘅面，已经唔会白到令人唔敢睇多眼，只系神情中照旧带住淡漠冷峻，令人觉得有啲唔敢接近。太皇太后嘅左眼边，微微笑对住旁边侍男嘅索纳图，同红次女就讲啦：皇帝经历嘅事多咗，比以前老练得多啦。寻日两件事处置得几好啊！撑起呢头家，四贞王有全责，嫁咗俾孙延龄，或者会同呢匹野马走上名堂。明珠上次君子道讲，王父神呢个人时常以恭，处有以信，待人以宽。预下以年，人品都唔矮。王子女听出太皇太后对王父神印象几好，躬身行礼，啱啱上市，点知康熙就插嘴讲：祖母讲得啱啊，不过亦冇大意。暂见过几次孙延龄，睇到呢个人好无忌，时间长咗好难讲唔会发生变化。王父神确系恭敬嘅，不恭未必就尊王。佢对龙三贵嘅提拔唔重用好感恩，侄女一定要对佢更加好啲。但愿佢有良心，好好咁喺西边节制兵马，将你撤藩就容易啦。企一边嘅魏东亭，本来一直唔明白康熙点解对嗰个一面女布相嘅王父神咁好嘅。血管通咗，血压血脂正常啦。等佢先至恍然大悟，极为欣慰。听见红次女就讲啦：万岁圣断绝壁。四公主下嫁孙延龄，东可压制上可下紧征中老虎，西可制走云贵，但系王父神嘅情形就有啲唔同啦。佢手下几员悍将，有啲系吴三桂嘅旧友，有啲系李闯王嘅元党。就怕王父神喺京城讲得好好嘅，翻去人生变故啊！怪兽加入唱剧剧，以神之名，同真校长董明志展开一场世纪大战。十一五三成书，安国夫二代史德华，康熙听咗，特低头谂咗一阵，拧转面问索纳图啦：咁你睇咧？索纳图嘅面目突然。究竟佢哋收邊波搞邊波咧？關西陣地，神鷹子女所講好有道理。神保一人前往，一定可以升任。講完就拉一眼魏東亭。就新聞時間。馬麗堅院長星期之前一次工作小儀式手術期間，有負責醫生懷疑中途離開，去到手術暫停。病人目前嘅情況穩定。大地就大聲講啦。馬麗醫院話，上星期接獲專業報告，話今個月13號有病人進行先鋒移植手術嘅時候，懷疑有醫生離場，手術暫停2至3個鐘。後來病人完成手術，當日參與手術嘅醫生係包括外科榮譽顧問醫生吳國際。王父神節制西北不比第二個人報告嘅職員話中途離開嘅係吳國際，馬麗醫院話非常重視事件，已經化之而不得，佢應該知道報答。醫生同埋啊，兼且呢陣時忽然間調嚟王父神，只能加重平西王嘅疑慮之心。太皇太后就忽然间打断康熙嘅说话，扶住埃尔嘅扶手就跳咗起身，我差啦。吴三桂顺顺当当咁撤咗房，乜事都唔会有啦。吴三桂如果要造反嘅，咁王父神嗰头换边个去都系一样啫。不过红次女讲得都啱，
呢個警司涉嫌接受兩間私人會所判決之後，披露警方嘅機密資料，被控串謀使公職人員接受利益罪。下晝喺東區裁判法院提堂。53歲嘅被告吳偉漢，案發嘅時候係港島總區刑事總部警司。他涉嫌前年的11月去到今年1月期間，先後6次接受兩個灣仔私人會所的經營者合共78萬的賄款，之後披露警方調查會所的機密資料，並且提供意見。三人被控串謀使公職人員接受利益罪等等不罕的罪名，暫時無須答辯，各獲准以30,000元保釋，交出旅遊證件，等案件轉介區域法院。不知老佛爷同皇上要从事何方呢？两位全军覆没，行前一步跪低叩咗个头，老高同进，老佛爷万岁，京畿啱啱稳定，内外恩怨几多急务等住要办，不知何故出巡呢？臣认为不妥啊！讲完就另转面质问，企喺旁边谂谂下个索马同索打啦。你身为国家大臣，呢阵时点解仲沉默不语呢？索马同一时都唔知讲咩好。我哋继续讲下先前道班子。咁除咗习近平同李克强，其余五个人系第一次晋身政治。中之前呢，你要放开口门咁讲过下，五台山顺治爷咁，佢从种种迹象中。隱隱約約感到先帝的駕崩必有隱情，先由聽太皇太后親口講出五台山三個字，證實了自己的推測。那時候叫紅次女責問自己，精神健康問題隨手告罄，關心你身邊的人，他們一起衝過去吧。我隨私隱有法寶，你實在不明白，不要隨意下載可疑的醫療程式，正常將會冒用曬啲簡單嘅密碼。五台山網絡攝錄機冇保安設定，影像分分鐘俾人截取。祖母點解要提社交網絡冇私隱設定？個人資料俾人睇到曬就麻煩啦。唔好隨便咁用免費公共 WiFi， 用完記得刪除慣用網絡設定，仲要經常更換網上密碼，同埋注意保安啊。計正。地動山移，無論在工作上遇到幾多困難，我本來亦都作為不偏不倚執行職務。不過呢次嚟得 QK 啊，震到太和殿都冧咗半邊。我哋都唔會放過任何一個線索。嗰啲雲彩點解咁紅？你哋仲冤啊？有市民嘅支持，都要等北京城成座坐咗落嚟先去求佛祖庇護咧。守护香港。康熙见到祖母仲要长篇大论咁讲落去，我同好多大公仔一样，就笑住解释话：都搏到尽。地震系震失得冤魂，未谂啊，招致个天化。强积金预设投资，王祖母为孙子操心，强积金计划可以就近去善借指路摆拜佛，一样系尽佢心意嘅啫。仲会分散投资喺环球市场。祖母咁大年纪咯，身子紧要啊。再受托人会发通知书俾你，等你拣户口里面嘅强积金，等你安于投资。我的心流啊，食蔗子点同得五台山比呢？五台山系文殊菩萨嘅道场，活佛上一在地。红丝女听到呢事就连忙劝解啦嘛。根据奴才睇，呢次京师地震。是由黃拜多年來亂政所致，天變雖由人事引起，如果善修人事就可以挽回天變嘅，就唔使去求西方佛祖啦。紅次女嘅紅鬥氣一上嚟，又要大講天人互應嘅道理啦。點知太皇太后就冷笑一聲，同競爭對手合謀圍標係犯法嘅。我并不早同你尊孔孟一样啫，我并冇讲到孔孟点样举报围标，认准你喺我面前诋毁佛祖。喺你身边十年，太皇太后激到面都白晒。我就到期啦。咁啊，次女系个忠臣，又系个书呆子，我系而家十年期教使执照，今年你有几十万人嘅教使执照要续理，最方便就系用运输处寄俾你嘅续理密码上网申请，邮寄或者要求第三方的亲自办理，就预先上网或者电话预约。合十就插嘴讲啦，你咧改咗地址，记得通知运输处喎。
7日前住喺屋企隔離嘅，喺慈靈宮我同老佛爺講恩怨。冇錯啦。老佛爺講佢曾經見過金甲神將嚟討願心。老佛爺應承向五台山慶祝佛一尊。今日舉行法會，而家又出咗地震嘅火化，已有唔少人喺火化場地附近聚集。鬼神嘅事，两母都送下法会喺曼谷大皇宫进行，为保密保年五日嘅丧礼揭开序幕。白耶婆都就嚟讲头太皇妈扎拉隆功，仲为自己祈求咩嘢啫？只系望个孙女鬼荣，举行火化仪式嘅王家田广场附近，五台山我几大都聚集大批穿着黑色衫嘅民众，如果多时少人手持保密牌嘅照相，咁我咪一个人去咯。有移居海外嘅泰國人專程回國參與喪禮，當然陪保姆一齊去。京師嘅事由紅痴女同索麥圖維持，機密啲就係啦，就咁樣定啦。太皇太后同埋皇帝一齊去前一晚晚都雖然落大雨，但民眾冒雨堅持燒燒皇帝出巡啊，好大件事嚟嘅喎。咁佢哋會遇到啲咩事咧？要知後事，星期四朝早會由大皇宮移送到火化亭。瓦扎拉隆功當晚主持火化儀式，並按皇室規定親自點火。呢一日列為公眾假期，商鋪、便利店同娛樂表演場所等將會暫停營業。之後兩日分別進行骨灰收集儀式同舉行法會，星期日安寧供奉。在位超過70年，備受國民愛戴嘅普文鵬舊年10月逝世，終年88歲。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軒報導。咁財經方面，港股扭轉過去兩日嘅跌勢，恒指係升咗147點，報28,903點，成交係172億。恒指期货夜市主要系跌咗245点，成交系18,000张。道指方面暂时跌咗120点，报23,372点。欧洲股市方面，三大指数全线向下，其中伦敦指数系跌超过1%。一息方面会讲下，沙特阿拉伯俾以色列印象系个富庶国家，成为王储冇几耐嘅穆罕默德积极推动改革发展经济，但系不被看好。高盛人士保护落下。呢张纸上面预言嘅字尾系近100年前爱因斯坦写嘅，佢曾经预言会好值钱，拍卖证实咗佢预啱咗，买价仲偏高下添。Thank you.
买高端卫浴到美惠民家东城商场，美惠民家国际厨卫中心汇聚30大国际卫浴品牌，选择美惠，选择尊贵。地址：东城站 A 出口。黄羊湖创客坊大型轻奢时装梦，轻奢黄羊湖，轻奢王乐名品，中品黄羊湖，以前
市进口通县镇火爆招商，招商热线0719888888033。车友们就业了，七月一日起，或是在省内高速公路刷月通卡支付通行证，可以享受85%优惠了。赶紧关注月通卡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吧。女子职业网球年终赛和斯里亚奇分组两胜胜，大佬嘅和斯里亚奇对住世界第一嘅夏娜天科系一组噶，和斯里亚奇系一个人好气练嘅球种，不过佢就话打法同取系战胜关键，连自己都对台我感到诧异。东莞人大家私生活，我养车，谢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东莞人大畅享人气两局，最终系直落赢6-0、6-2分组两连胜。美国校牌加持多，李排博士和将军不特意回门瓦尔塔圣凡三爱和布罗，同一种车辆重点，携手国际大品牌回馈厂商的企业国力，同一种车辆重点品牌疯狂促销，来好家具，大连大，连大家私。佢攻入碧莲全场最高嘅28分，两队半场打成61平手。同样攻入28分嘅，仲有流马嘅奥拉迪普，佢带领球队第三节打出一段14-1嘅攻势，更加系第四节将分差拉开到最多25分，流马最终大胜130-107。无线电视记者陈忠丽报道。著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90年前喺東京，就將寫咗何為快樂生活嘅字條作為小費送出。呢張字條喺耶路撒冷拍賣，估值合大概1000萬港币成價。咁清代皇帝出場嘅愛因斯坦嘅相對論，至今仍然為科學家帶嚟啟發。原來佢對乜嘢係快樂，同樣有自己一套哲學。平時出入就用儒家，時光翻翻到1922年，愛因斯坦到東京演講，啱啱被通知將會獲分諾貝爾物理學獎。當時一個日本信差到佢入住嘅帝國酒店送信俾佢，愛因斯坦手頭上啱啱冇散紙，又唔想信差空手而回，於是隨手用酒店便條紙簡單寫低對快樂生活嘅睇法送俾佢，其中一張用德文寫上恬靜簡朴嘅生活比營營役役追求成功更為快樂，另一張就寫上有志者事竟成。拍賣行話愛因斯坦當時想到自己將會獲獎，就同信差話叫他好好保存這兩張紙，說不定將來的價值會比一般小費更加值錢。結果愛因斯坦又講中了。在近100年之後，兩張字條果然變得有價有市，在耶路撒冷拍賣最後一共以180萬美元，折合超過1400萬港元高價成交。雖然愛因斯坦嘅快樂論唔具科學價值，但可能留低更大思考空間。無線電視記者方月明。